用孔雀蓝的一号色啊，我们去给它做一个渐变，薄薄的给它涂刷一遍就可以。我们用这个笔刷给它后缘轻轻的向上带啊，让它过渡的自然一点。我们再给它来添加一遍颜色啊，这样的话它颜色更饱和一些，做法跟刚才是一样的，半涂之后，然后我们去给它做渐变。同样的方法啊，咱们用一个干净的笔刷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轻轻的往上带。就是你刷的时候笔刷要很轻。我们在这个假面上给它涂上一层加固胶啊，然后涂完了之后呢，我们给它粘上一层金箔纸。这个金箔纸的位置啊，就是粘在我们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域，你随意的去粘，粘哪儿都行，只要粘在这个蓝色的区域就行。我们用这个点珠笔蘸取白色，在假面上给它点五瓣花。我这个假面没有擦浮胶啊。我用这个美甲方巾蘸了点这个深蓝色啊，我们在就是这个位置给它花的中心给它点一点。这个花朵上面给它包上一层胶，让它有这个立体的效果啊。